大家好，我是小飞。今天我们来蒸点这个红薯，这个红薯都在这边晒了有一个星期了，这样蒸会比较好吃。我把它洗一下，都是你干的。两头给它削掉。这就是我们之前打的那个玉米芯，现在都已经晒干了，我们就用来烧锅，很好烧。啊，红薯好喽！红薯烫了，有点烫手。红薯好喽，看漂不漂亮？吃红薯了，快来吃红薯！太美了，好熟！快来吃红薯了，红薯！哎呀，快点！靠！好，来到了，翠翠。嗯，哎呀，真有点烫，翠翠。嗯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那不开了，被你弄的，那不。